提前15分钟把加热开关打开，加热开关打开，提前15分钟打开，让它预热15分钟，然后把巧克力酱放在微波炉里面转25分钟左右，小火转25分左右，把2桶巧克力酱转完以后倒在机器里面，再把食用油，每公斤食用油50毫升的色拉油倒进去，机器加热15分钟以后可以打开旋转，然后成瀑布形。如果瀑布可以调节下面旋钮，可以调节高低旋钮，可以调节。注意环境的温度和那个高低角和风向，在转中间有空气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电源关掉，如果不成瀑布可以关掉，让它空气排出来，然后等3-5秒钟以后再打开，这样效果比较好。